已经九 kg， 我的运费竟然只要80块钱。这次我用的是淘宝直邮，哇！我跟你们讲，我真是第一次在淘宝买键盘买到这样开心哎！牛油果色系 ASMR， 我们踩雷了，它挺没有用的，戴在手上。开心，真的是很有以前的那种 low rest 的感觉。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开啊！嗨，我是可能就是淘宝开箱时间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一次我 all in 这边全部，我总共花了1200块，而且哦，都是一些很好玩的科技小物。这一次我不用代运，我不用集运，那些要给两次钱，然后你又要自己从仓库出货 ，no， 太麻烦了。这次我用的是淘宝直邮，很方便，很好用。不会淘宝的哦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看完我影片，你就会啊。重点啊，姜大份，下面这份姜肠接近9kg。我的运费竟然只要80块钱，还有的找9kg， 80块哦！我一开始也是有点难以置信耶，因为我之前买过化妆品2kg 包啊，运费已经要70块了，这边姜大份80块有找，所以我一定要教你们过后我才开箱 ，OK。这个方法哦，淘宝直邮是我目前用过最简单的一个买淘宝方式了。选好你要的东西之后，给钱的时候直接放马来西亚地址，然后运输方式你就选官方直邮、空运或者是海运，就可以当场马上看到运费多少钱了。OK， 比如说这件衣服啊，空运是13.3元的，然后下面总数是已经算买运费进去了的，给一次钱就可以直接等包裹到你的家，你就不用去烦什么集运啊、代运啊、给第二次钱这种东西，而且你是直接看到运费的，你觉得贵哦，你还可以不要。像我这一堆东西哦，如果我代运的话，我去到仓库才懂运费哦，它很有可能比我的东西本身还贵耶。而且哦，我发现哦，你买越多，你的运费有可能越少的嘞。比如说我买这两件衣服啦，它的运费你看，它直接变成11元还少了哎，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哦，你要看一下你的产品是不是可以直邮。目前我看10个有9个半都是可以的啦，像是化妆品啊、电器啊、拍摄器材这些全部都 OK。这样怎样看呢 ？OK， 你开了淘宝 APP 之后，你买的东西你滑下去，你就会看到有官方直邮这个字，你看到这个字就是有了啦。这样如果你之前是不会淘宝的话，你现在应该学会了吧？因为真的很简单。接下来姐要开箱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先开这一箱。你哋估系咩？噔噔噔噔！我跟你讲，我看了很久，我才决定买这个颜色的，真的是看了心情就会好。键盘，Low Free 在淘宝上很出名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哇，这个很美哇。很有手感哎，我拿上去很有分量那一种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真是第一次在淘宝买键盘买到这样开心哎。但是哦，它这一款它没有出 brown， 它只有 blue switch， 因为颜值而买了它。它这个是牛油果色系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动了电脑，给你们看看它亮灯之后是长什么样的。但是我觉得我做工很有动力哎喂，而且它每一个键啊是有 shape 的。ASMR。而且它还有送这个 mouse pad 哎，牛油果色。这个放给你桌子，你键盘、电脑全部放在上面呢。我是打算这个键盘是配 tablet 用的。这个东西哇，真的是可不可以的？我对它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啦。这样小个，你们可以猜到是什么吧？智能戒指，各位观众，听说哦，你只要戴在手上哦，你就可以远程去操控你手机。这个很像那种有班级有没有？我是不是买大了 ？Oh my god！ 哦，松到酱，我买错 size 啊！哎，各位观众，经过我不懈不劳的去看说明书、研究怎样用之后，发现我们踩雷了，它挺没有用的。我发现它真的是可以远程操控 TikTok、抖音，还有小红书。比如说，看到啦，点的不是 swipe 的，它可以点，也可以 swipe， 其实主要是点啊，点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下一个，按两次可以 like。虽然看起来很隐，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没有用。看到没有？你要想象我坐在很远，然后我拿出一个戒指，
戴在手上。你转很远又讲看抖音，为什么我买这样的东西？你说你不用你的手就好了。OK， 保持开朗的心情，开下一个。这个哦，在小红书跟抖音都超火的，华容道。有没有人想玩华容道？小朋友也可以玩，大人也可以玩的。叮叮，很漂亮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不懂什么是华容道？它就有点像手机的 game 叫做什么 Push the car out 这样啊，就是好像以前我们要 bugging， 有一个 game 是 bugging 的，就是把那个车移到 bugging 的位置这样子。它是类似像那种 game 的，但是它这边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小小的 screen 哦，教你怎样重组，然后教你怎样过关的，就是你过不到你可以看 screen 的，还有给很多 extra 的这个，我觉得很 cute 啊。因为它是电子版的华容道嘛，它里面一共有500关，所以这个 screen 呢就是给你跟住，它就会教你怎样去 set 每一关，然后如果那一关你过不到，它还可以教你怎样过。听说小朋友都可以过到。OK， 所以我要把这个红色，我要把它移下来。啊，我。喂，好像有机会，好像，耶、yeah! ！各位观众，我过了。他刚才有一个发出的声音，鼓励我，证明我过到了。然后他就跟你讲 ，OK， 现在是下一关了。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，开箱。等你玩，观众看300年都看不完了这个 video。而且哦，阿 Ken 拿到的时候，他比我还开心，我就觉得很疗愈。而且你这边可以按，你要去哪一关？哎，最后一分就是最大分的，这个超经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继我上次买烤炉之后，在淘宝买过最大的东西啊！哦，开心！等下我朋友进来，我给他一场5块，一人收5块。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我寄来的时候真的是很担心它坏掉，非常担心，因为它有点脆弱，但是我应该是上辈子有烧香，完好无缺啊，各位！噔噔，里面有8000个游戏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是你小时候玩的，什么鬼游戏都有。哇，真的很像叮叮球哎！等下我买的这个版本呢，其实就是很容易安装了，兜电视机就可以直接开始玩了，就是可能可以请朋友上来玩。电都不用开。OK、要开电啊 ！The King of Fight 的玩酒器的，我是谁？按哪一个？请你用银色 coin 先看到吗？哦 ，coin， 哦，要，这个画质感人，真的是很有以前的那种 low res 的感觉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是男的？我是男的。我都不懂什么发生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以前给过多少学费？我发现我只会出一招是怎样？因为你只用了两粒把灯包，我让你。看到没有？但是我不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把凳子。你六粒把凳子按了2粒吗 ？KO。嘿。啊。我不会用努力。刚才讲你交了很多学费的是努力哦。可能是98年版本的。哇，怪版本哦。进。好，今天的淘宝开箱已经全部给我开完了啦。最满意的东西哦，一定是这个键盘，因为超喜欢。这个也很满意，这个也很满意。最大的雷，今天这个影片呢，主要就是想跟你们讲，你们可以去试下纸油，因为纸油真的很好用，只要给一次钱哦，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运过来，都是电器，都是有电池的，然后运费只要80块的这个海运运费。
很白，所以你们可以去试一试。但这次学会了之后呢，淘宝双十一你们就可以轻松清掉购物车啦。淘宝双十一从11月1号开始，天猫满200元减30元，淘宝满199元减15元，每天下午12点还可以抢到100块减50块的余额立减券。OK， 这样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们对这几个产品有兴趣的话，我就把 link 放在 caption 那边，你们自己点进去买啦。这样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